隆隆的鼓声振奋人心，新北蛋黄酥节经过一个月严格评审后，终于揭晓优胜店家及前三名得主。现场还展示新型的下午茶蛋黄酥，从传统的大块分食转变为精致小巧的优雅美味。新北市蛋黄酥啊，连续这六年的举办，已经让我们的蛋黄酥节打出它的名号，也让很多优秀的店家受到很多的肯定。为了把蛋黄酥推广给更多的民众，新北蛋黄酥评比活动已经迈入第六届，参加比赛获奖的店家业绩最高可以增加15%，蛋黄酥几乎等于是新北市的代表糕饼。蛋黄酥节的举办也让我们很多的年轻世代投入，同时我们不但有传统的蛋黄酥，还会发挥很多新的创意，所以这两组的比赛都可以获得很好的成绩。今年活动突破过去由新北市政府举办，首度由新北市糕饼商业同业工会主办，还加码推出新北蛋黄酥好礼三重大放送等活动，要让民众在中秋送礼时多了不同的选择。凯播大台北数位新闻张云飞采访报道。